风也不用点。各位同心，那我们继续来上课哈。这节课一样由我们的潘良华潘议长演讲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谢谢。啊，咱各位同心，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有冷无？还好哈。哦，我那来家拢感觉足冷的。昨我为屏东开车要坐赢高铁，要开冷气的。像那个白色猪呢，得还佫开冷气吼，所以南台湾也是较温暖吼。人家真正，那我若来就开始气管就开始佫咧喵啊吼。主要只要那拢真侪迄个空气污染吼。那么咱拄好听了秘书长咧讲，现在边部族计出拢爱准备槟榔，其实是咱台湾的原住民吼。无论你高山族还是平埔族，拢会爱食槟榔，啥物原因？就是迄阵早期咱台湾啊无开发吼，拢是小部落小部落，啊所以张力之气足重诶。所以是安怎？迄阵诶真侪外国人来到台湾，拢会破病，水土不服。啊，张力之气当着咱台湾湿。是高冷寒天，你讲像日本，还是中国迄边，因寒天是打冷，啊，咱只湿冷迄正骨头，啊，所以得爱靠槟榔会当驱寒，啊，嘛有驱虫的作用，啊，所以你若无食槟榔哦，你做个或者做个死吼，拢七少年八少年都错开啊，都破病死啊。吼啊！寒天你甲注意看，那像讲咱即马穿遮济，你一个冰凉甲补落，你衫落可能一直烫啊。吼，我捌食几下解拢安尼，寒到啊朋友来请你食冰凉吼，我想我就那平时毋捌咧食，吼一个食落，真正衫真正透，一直变一直流汗。我伊就是若寒天，啊寒天食啊一个一年食两年食，食到尾啊，它会上瘾。啊，所以你有看？包括你即马去乡村，查甫拢薄槟榔嘞，然后女孩子有诶薄比查甫人薄较凶。吼，我捌有一个请一个乡村诶工人来做，伊一工爱差不多食600块诶槟榔，嘿，那槟榔当咧贵，都几千块诶吼，一工拢食几啊包，吼。好，那么我讲一个故事啦，吼，在美国有开一个显微手术哈，国际研讨会啊，也不需要有这下午茶时间哈，啊，就伫个走廊遐有三个医生在开讲，一个美国的，一个日本，一个咱台湾的。啊，日本这医生在咧讲，因十年前显微手术的真好啊哈，买一个。因为伊讲伊个显微手术足好个，讲有一个囡仔吼5岁，伫这个地下铁吼，即因跋落铁轨，哎呦，车搞个，两只手拢搞到碎，啊，因用显微手术甲修补吼，甲接起来。啊，十年后，这个囡仔15岁去参加世界钢琴比赛，得第一名，表示咧接了足成功，唔知有法度遐灵活。啊，那么美国迄个讲，啊，我嘛是。一个10岁囡仔吼，啊车祸弄一个脚断去，着伤吼，爱截肢。我甲用鸵鸟的脚甲移植起哩吼，甲接起哩。啊，20岁迄阵参加奥运比赛嘛，着冠军啦。哦啊，我那足够肥的呢。啊，你嘛着咧，两个着咧等讲看台湾这个医生免哪肥啊。台湾的医生讲，那有迄那有啥？阮20年前吼。有一个40岁的中年人，啊，车我弄一个头壳破的，脑髓拢断出去。啊，阮用 DI 脑甲移植入去，即马迄个伫台湾咧做总统。啊，即两年我恁过得好无？啊，这就是关系嘛。伊较早用 DI 脑咧甲咱治国啦。
啊，即马佫较吃力，即马无咧用电脑治国，用毛咧治国，毛治国无？伊请一个行政院长咧治国，啊，即个人都连陆良都搞住，哦，讲陆良是陆家耳啊毛，哇，他惨嘛，莫怪伊买来用毛治国。好啦，安尼知影原因就好啊吼。所以咱来引导国民党台湾较会好，对不对？啊，国民党要倒吼，我那爱靠马英九，你知无？哦，你看即个九合一，国民党无人要甘咪做翕相吼，要候选人啊，国民党候选人，表示连国民党都讨厌马英九吼，啊，所以唔卡九合一选个二二六啦吼，好。来，咱、来看，我大概点跳红的。咱台湾人迄个2300万公斤嘛，住伫台湾这块土地顶边吼 ，people on Taiwan 就是住伫台湾这块土地顶边，号称2300万。迄300万，你甲当作是中国倒咱落来这人，剩的2000人拢咱本土台湾人。结果咱本土台湾人有一半，到1000万，迄个加加变中国人。所以总统打算等于伊是1000万加300,000+，对咱有较有台湾心的1000万，所以咱较算嘛输1000比1300，哦，咱输啊！啊，这是人用教育咧，甲咱洗脑，咱用洗去啊！啊，所以你若甲2080甲2012年，你甲当作统独公投，结果将变成统派的台湾，对无？全世界拢会认为讲。啊！恁要跟阿强啊合作伙嘛，所以会许阿强啊合法并吞，哈、哦。啊，这国际法顶下来讲是合法，有可能哦。到时美国、美日恐很难插手干涉哦。伊若要用美日安保条约，师出无名啊！哎，台湾人用选票、用民主的制度所决定的哦。啊，咱台湾人会沦入勇士豪杰，哪有阿强啊管得惨啊？许中国人管拢足惨的。台青甲咱管212栋，你看，我常咧讲啊，连一条纵贯南北的这个台一线拢做袂好哈。好，那么如果咱台湾独立建国后，有啥物责任、甲义务、甲风险，咱来家己承担哈。好来，第一，台湾人爱家己纳税；第二，台湾人爱家己去做兵来保护台湾哈；第三。军事武器爱家己买，还是去家己研发？哦，啊，这爱开足侪钱。这两项拢爱开足侪钱。你去做兵，爱政府爱付薪水给你。啊，你爱买武器，还是去发研发武器？这拢爱开足侪钱哈、哦。而且你还袂加入联合国进前，你爱有家己有能力防止边啊这个罗马国家阿强啊武力并吞，其他的国家无法理与义务出兵干涉。你还袂加入联合国。阿袂跟其他的国家有啥物邦交，还是迄个协防吼？你爱家己处理咧。啊，这有一个例吼，咱来看，咱以当地文独立建国来做例。第一，当地文是啥？啊，伊跟咱台湾同款，边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吼，那么咱来看，当地文伫1975年10月28日从葡萄牙独立出来。成立一个叫做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在还未赴加入联合国九天后，就有印尼军甲入侵啊，并且甲占领。然后伊伫1976年7月成为印尼的一个东帝汶省，了后去差不多20冬的时间统独战争哈，差不多死到尾10万至15万啊。那么1999年8月哈，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举行全民公投，当然。绝大多数的当地文人投票同意从印尼独立建国，啊，算安尼就算联合国甲承认，甲联合国支持下，当然伊就建国成功。但是你啊看，伫公投九月下旬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印尼军又杀了约1400人当地文人，而且佫摧毁当地文大部分的国家基础的设施，啊，造成到今仔日，今仔日伊还佫是。世界上上善且落后的国家是大部分的物资爱靠外国援助，安尼真惨嘞吼，独立也无较好呢吼。
你也未加入联合国的迄种入侵哈。啊，这款呢独立的结果，敢是咱要爱？咱若家己发独立，发是作爽的，若真正做了吼，阿强阿水骂过来吼。啊，当然即马较唔敢，因为咱台湾民政府，啊，咱必须得告美国了。那么阿强阿即马知影哦，你占领不得移转主权，美国占台湾占69档啊呢，嘛无法度把咱台湾变作美国的一州。啊你要，阿强阿你来占台湾。那个占69档，你嘛袂当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省，还是咧占头个一空的？包括以色列去占加沙走廊，占38档，哦，国际压力，联合国，哦，甲警告，讲你违反国际法，违反国际战争法，所以以色列真可耻的讲，因人口一输啦呢，但是足险的啊，科技也强。人民啊团结，所以伊800多万人呢，伊周边拢是回教阿拉伯国家，一外一两亿个人甲吞袂落去，近代战争拢拍输以色列，吼、哦，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值得咱甲学习，吼、哦。那么因注重是教育，囡仔自细汉吼，啊去学校读册，那当然。爸爸妈妈拢问我，啊，你囡仔有问老师啥物问题无？拢有问即句话，让囡仔家己思考，有问题爱问老师，吼、哦。啊，老师原来靠囡仔安尼咧甲问吼，教学相长，就是讲你哪有问到，即老师会讲哦，我原来我这部分我足欠缺嘞，这部分我还阁加强来研究，来找好只学生。啊，所以即学生。自细汉拢伫即个环境长大，所以伊作个独立思考，作个解决问题。有问题就是要找老师，做伙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因作个发明物件，所以全世界犹太裔刚摕诺贝尔奖，哦，无论是各个领域的物理、化学，哈，还是医学、文学，因刚摕差不多1/5，占的人口是。0.3%等于3%，哦，但是伊刚摕诺贝尔奖，刚摕1/5啊，20%，100个许、20个许犹太人摕去，啊，你看这个民族有厉害无？哦，所以以色列伊刚占领这个加沙走廊，占38档，伫国际舆论，哦，甲战争法的规定之下，以饥饿撤军，以加沙走廊。开垦有无？屯垦区，迄种开足侪钱呢？啊，农场好不容易做一挂灌溉系统，啊，以色列较真厉害，伊是欠水的国家呢。伊一年落雨量拄啊200毫米，差不多20公分啊，一年全年落20公分。那么，伫咱台湾一年的落雨量偌济？差不多2000毫米。差不多2米高啊！但是你会记2009年莫拉克风灾，迄两天伫高平地区，就甲你落2100多毫米，等于以色列10年的量，咱两天甲落了。但是以色列无欠水呢，唔是无欠，因有法度解决这个问题。因60%有诶，这个水靠迄个加利利湖，啊，剩诶无够35%要倒来。因靠海水淡化技术，所以伊个海水淡化技术是世界一流的，而且伊个农业灌溉技术嘛，世界一流的第一名。好，咱真济国家拢爱甲美迄个以色列咧买灌溉这滴灌系统，伊嘛发明这滴灌。这张作物吼，菜啊是tomato，伊下骹拢有滴灌。你用电脑控制，讲你即张仔啊，细张爱一工食几滴水，啊，我个爱食，用电脑咧控制，所以作生水，敢若迄个树啊下骹有水，其他边啊都无水好食，所以乌白发臭。咱倒毋是，雨一落，规片草啊做发芽，
啊，你若有一寡仔啊，大卡蛮许草砍死，所以以色列真系足厉害吼。好，那么咱来看，伫美国的政府管辖下吼，来做一个比较，一线之隔吼，咱以墨西哥州跟墨西哥国来做一个比较，好哩。这是美国的南边吼，红色的迄个就是新墨西哥州。下骹灰色的这是墨西哥国，啊！你注意，伫这个灰红交界这个所在，叫做国界啊，边界。墨西哥人拢偷渡，想办法要偷渡入去新墨西哥州，从哪？啊，迄个美国军政府管的所在，迄个美国管的所在，较好趁食，吼，治安嘛较好。吼，啊，所以墨西哥州的人，墨西哥国人一直在偷渡入去。啊，无看到讲美国人要偷渡去墨西哥，所以你表示讲，这个所在迄个美国管的较好，好。来，啊，咱过来看美加边界，这个边界基本上不设防，因两个这两个拢是民主法治高度开发的国家，水准边关。哦，咱毋捌听到讲加拿大的人要偷渡入来。还是美国人要偷渡去加拿大，无，因为生活水准变好啊，啥物人要煞，啊，要离开家己故乡，你，比如讲就是讲，像阿强啊，吼，二十几年前生活还足困苦的，啊，台湾迄阵台湾钱淹卡巴，所以中国人拢会为平潭岛坐渔船啊偷渡来台湾，哈，好，啊，咱来看，一海之隔，共军占领红色中国，啊，美军。占领台湾，啊，当然是委托蒋介石咧代管吼，伊个中华民国咧代管。但是起码伫美国嘅掌控之下，台湾总是经济也变得袂歹，啊，法治啊渐渐台湾人抗争吼，废除刑法100条有无？啊，不是伫街头运动，也是议会，吼，像较早霸占吼迄个主席台，哦，迄阵上台先是。为诸葛亮吼，迄阵号称台湾第一政敢有诸葛亮，但是迄个尾也背骨吼，台湾人都足够许名，也是你甲你引诱了，准背叛台湾人吼。变袂安呢？台湾总是含这个红色中国来比哦，台湾继续好，所以这些人也要偷渡来遮吼。啊，所以咱会当看讲。那迄个美国管的所在，敢若拢还不错吼，而且主要是美国人，因强调自由、人权、法治，吼，人权排第一，人权即马，所以美国的宪法有一个人权修订这个人权法案吼。啊，过来咱来看讲，如果咱若伫美国军政府的管辖下，互咱自治，自治就是咱家己管家己。台湾人来决定台湾的前途，啊，美国只是干呐伫后壁做监督安尼吼，咱会当免税免做兵，我即干呐即省了了，省真侪来建设咱台湾吼，而且国王甲军队美国爱负责，干呐安尼省了即个经费来建设台湾，就当变作东方瑞士的理想家园，吼，啊，这毋是足好，互美国君主占领。第一，咱爱有心态上的改变，讲咱爱承认咱的顶一辈因去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因代，因为武器都做输人，资源那个资源也少，日本无石油、无矿砂，你要修建，就是一定爱这两个爱资源，上少你爱充足，吼、哦。啊，所以咱日本的，不过咱是做物件足厉害，只是可惜讲无资源，吼、哦。而且一点真重要，就是讲，日本迄阵咧要发展大东亚共荣圈，就是讲伫亚洲地区大部分拢是黄种人，但是迄阵大部分咧南洋的这个国家拢有白种人咧个殖民，哦，你新加坡啦，还是马来西亚、印尼，这种包括印度，哦，拢有西方的白种人殖民，所以。主要就是讲要把这白种人赶走，
吼，好，咱黄总能家己一定来管家己安尼意思哈。好，过来咱来检讨讲，用台湾名要入联，还是用中华民国要重返联合国来做检讨？啊，以台湾之名来申请入联合国哈，咱来看。那么要加入联合国，伊的资格是以国家做一个基本的单位哈。那么台湾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嘛？因为美国2007年就这个鲍威尔在北京就讲啊，台湾包括中华民国拢不是国家哦。而且国家有认定的标准，台湾国家有永久人口无呢？好、哦，台湾国也无发收入证给咱啊。台湾国嘛无固定的领土，这块土地要日本天皇的。台湾国嘛无政府，现在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啊，伫美国《台湾关系法》所讲的是台湾治理当局。好，过来外交权嘛无。哦，即马含外国有23个国家有邦交的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去跟人签建交公报，唔是你台湾国去跟人签的，所以台湾国拢无，所以伊唔是一个国家。好，过来，台湾目前敢那伊的国际地位是啥？日属美战。目前敢那是一个地理名词呢，台湾，咱咧讲台湾，台湾，大部分拢是讲一个地理名词，唔是国家啊、哦。好，那么卡输了哈，你要注意讲，假如这块假设台湾要建国，嘛要透过五个标准的步骤哈、哦。啊，咱来看这五个步骤，第一，爱要求美国君主政府甲爱入来台湾，终结国民党政权哈。哦把中华民国结束，把请伊去金门妈祖，啊，然后把政权交予咱台湾民众，予咱台湾人家己自治，自治一段时间，把较早头壳内底许国民党下一挂笨蛇拢，甲一挂毒蛇拢清清去了，咱开来要求台湾返还日本，像这个琉球返还安尼哈，那么啊要求咱的母国。日本政府去跟美国政府协商，看会赔偌济钱的战争债哈。我常在讲，台湾敢那是一个抵押品。你日本打美国，刚损害遐济财产性命，爱赔，无钱好赔，甚至把台湾甲朋友抵押伫美国手里。你等，就敢那像讲我表啊抵押伫当店，等我有钱，我来钱要赎回来，好，你美国爱还我哈。那么，如果完成返还日本了，那来个要求日本的母国要制定领土分离条款，哦，根据这个领土分离条款来做一个法院，他来办台湾公投，来决定将来何去何从，要个留伫日本国内底，大日本国内底，还是要跟日本成为一个邦联，还是要成立一个叫做中立国哈，像。在水书安尼哈，那么这是一个真标准的这个，你要建国也好哈，一个流程了哈，标准作业程序 SOP。但是台湾的这台独建国派这哈，拢是头前者，直接到即马就跳来到上下边，特别公道啊，拢无要国看国际国际法、国际战争法的这个。处理程序，是咪台湾人敢那讲感情呢？啊，我台湾就是阮台湾人的人，诶，台湾，我家己要决定台湾的前途，拢无要讲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啥物代志。这块土地唔是无主的，主人日本天皇，也无要管日本天皇。日本天皇是所有权人，那么美国是债权人，甲台湾哈，日本天皇甲台湾甲。朋友拢抵押伫美国手里，拢袂去管这两个头家。我说我定讲台湾有两个头家，一个有所有权证的人，一个是握有所有权证这个哦债权人。啊，你看台湾人是不是足不讲理、独派的这样，非常不讲理、不讲国际法理。所以台湾伫二八事件发生了，开始有台独思想出来了，到今嘛呢69年。写不出来，
就是无要依据国际规则啊，就敢那国际交通规则，红灯就是爱停，绿灯才会当行，吼、哦。啊，只是交通分很多类，这边啊，很多类这边安尼。啊，台湾人无咧管前红灯，横冲直撞，为遮就弄来到后壁去啊！你看，这无发生车祸，才会奇怪，吼、哦。好，咱这个过来看吼，台湾你甲看吼，改成头拄咱来看这個，歹势。台湾甲看，改成这四项拢有啊，因为呐，我特比一个，敢若讲，你甲一只狗吼，甲洗好清洁，啊西装打扮，我那甲穿西装拍连裤带，啊手牵嘞。来，我带你来火箭事务所申请身份证。即摆用台湾的名要加入联合国，拄好，敢那即个意思啊？你看到人模人样，有耳仔，有鼻，有目睭，有脚，有手，啊，足像人诶。其实台湾只是一个准国家啦，吼。但是法律上还未经过头拄好讲诶迄个建国诶迄个程序啊，吼。啊，所以阿扁也是无采伊往啊读法律诶。哦，伊海洋法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伊可惜国际战争法哦，无去彻底了解，所以伊唔开去发明讲，我卖用中华民国，我要用台湾的名要加入联合国。哦，用台湾的名要加入联合国，就是讲，我无要含阿强啊抢伊原底迄条刀啊，甲伊啊，我家己先做一条刀啊，啊，顶完迄个名牌甲摆台湾，我要来坐迄位，坐到伊的边啊呢。无必去甲伊抢啊！但是国际行未通，你若毋是国家，就无可能加入吼。过来，咱来看，以中华民国名义要重返联合国，这个重返就是讲，伊较早伫遐咧坐迄个位，即卖伊个抢要甲阿强啊抢迄条刀啊甲伊啊，啊，即款呢是真正讲无可能，因为你若要。要去当迄个联合国迄个坐迄条刀啊椅啊吼，爱安怎做？伊真正爱反攻大陆成功，甲毛泽东政权吼，甲消灭，啊占领了，规个中国拢占领，啊带南京的总统府去定升旗啊，啊要求全世界联合国的成员国来甲升，安尼较有可能。所以重返联合国，你骗人，吼，你无可能啊。包括用台湾的名要加入联合国，迄阵阿扁啊。写批吼，去联合国秘书处，联合国秘书处讲啊，这台湾国内哦，啊，这根本都要唔是国家，直接甲退件，连伫咧联合国秘书处的会议，吼、哦，会前会都拢无，就直接甲退件吼。好，那么咱来看，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2558号的决议文，吼、哦，伊阵讲。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啊，你有只看，你刚好看到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无呢？中华民国没有退出联合国呢。只是跟他蒋介石的代表希望他出去联合国，吼驱逐出去。本来蒋介石派去坐底下迄个位迄个代表，希望赶出去。啊，换什么人去坐？当然是换毛泽东的代表去嘛。啊，所以 China 迄个名牌要底下。即马这个 China 就是全世界通用讲中国这个名，无论你什么政府，拢会当，只要你来合法统治。大中国这个地区，啊，你得让派代表去坐。所以较早和这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哈、哦，国民政府的蒋介石派代表去坐。中华民国简称嘛是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嘛是 China， 弄迄个 China， 只是换政府的人去坐，哈、哦，换政府的代表去坐，好、哦。好。那么今麦这个伊也是换毛泽东的代表在坐了哈，毛泽东这个延安政的，你来看哦，这个签啊，这个名牌拢无改，
吼、哦，这个席位同款伫这个位，吼、哦，你若有法度蒋介石以将这个中华民国有法度阁反攻大陆，吼、哦，安、啊、那大陆反攻大陆成功，你得用派你的重庆代表啊，去阿姐啊 ，OK， 好。那么咱简单来来 ，China 这英文，啊，这英文从早啊无中国的时讲 China 就是瓷器嘛，哈、哦。迄阵早期中国人发明这个用那个陶土去烧做灰啊，啊就搁啊上釉了哦。嘿，灰啊，往那白色色，哦，水当当。啊，迄阵外销，上早无船来时，爱行丝路安尼，运去到欧洲，哦，迄有诶比黄金较贵。啊，所以欧洲人嘛一直要研究，要安怎来做灰啊？后讲哦，即可能用鸡卵壳做诶，所以用鸡卵壳去买炼做灰啊，做袂出来。啊，所以中国人迄阵敢若靠灰啊，呐，赚袂少钱。但是到大清哈，迄阵嘛是拢讲支那嘛哈，因日本的唯一拢讲遐都支那出产瓷器的所在，所以甲号做支那哈。啊，这是音译哦，支那。啊，这是音译呐，即马你中国人你呐甲你呐听到支那哈，哎、奇怪都俩讲起来，迄种莫名其妙，因家己作自卑，因拢讲支那。那讲足落后的所在，足贫穷落后，啊，佮治安佮歹，哦，那听到这个日本人咧讲支那，啊，就俩讲啊，啊，这一个莫名其妙。像咱咧真侪英语，咱拢嘛用音译，哦，迷你群迄个迷你，迄拢嘛音译的。啊，另外像这用音译，中国人就俩讲啊。啊，若用台语吼，咱就叫做 China， 哦 ，China 哈、哦。啊，即嘛吼，咱较早拢讲食国民党的有无？即嘛吃哪？即嘛食共产党哈。因即嘛拢中国人做个假公之祭司啦。哦，买七德的七德，就讲买去啥物进修营哦，就买来亲近农场进修研习，食这個名称。去旅游，吃，好、哦，吃好康的。后来即马，他那都更，都更就是官商，啊，勾结，吼、哦，这个精华区吼，啊，拆掉，啊，伫共产党有一个好主意，效率足高，以党领政吼、哦，就是讲伊会当用一个行政命令。叫你拆，你就来拆。伊只呐条啊，给你喷一个，讲1月20号拆。你若1月20号进行，你无紧搬走吼，怪就来就卡掉伊啊。你无得好找人讨呢，吼、哦。啊，所以作阿爸啊，拆掉起的时候，哦，迄厝的介绍拢加几啊倍，啊，就官章类分章啊，吼、哦。即嘛就讲钱呐，就看对了有好外国迄个亏上好。海关啊，税关做这上好的块，大家就要钱啊，要用钱买官，买官位，哈、哦。好那么，以中华民国名义创办联合国，这伫国际法的规范定义，中华民国已经伫1949年就已经灭亡，所以已经无法度代表中国，然后已经由毛泽东取代呀，哈、哦。那么，中华民国干那剩金门跟马祖。伊是一个残余国家，啊，即个呐，几只蛇都死啊，啊，都尾啊，迄只啦吼，死蛇活尾了，还佫出个尾啊，吼，啊，所以中华民国已经死啊，啊，无可能反联，吼。那么台湾国还袂出世，根本无法度入联，台湾还袂变一个国，所以一个已经死啊，啊，一个还袂出世，吼，安尼你就了解讲。台湾即马地位未定啦，只是台湾你有一个小鬼仔壳吼，人拢讲啊，这都是死人啊，佮这个小鬼仔壳要抵在咱台湾人头壳顶吼。好，佮来我讲一个三个精神病患的这个
故事来启示大家哈。有一个精神病哈，那么关于个精神病患，这三个哈，都那每满三个月，拢医生来叫来伊个诊疗室来检查讲，来复检讲啊，那这三个月药啊吃了有较好无？治疗有较好无？好，所以医生就会两三个坐好，啊，就带白墙壁用签字笔画一个门框，搁画一个锁那个门把，啊，甲因三个讲，啊，恁三个好安尼，啊，恁拢会当为这个门出去，啊，两个撞出来抢迄个门把要撞出去，啊，医生害头讲啊，这要治无好，啊，搁继续关。嘿，啊，想讲，哇，另外一个拢无点人呢，哦，这个有希望，这个好啊，吼。所以医生就真欢喜，就笑讲，啊，你好啊，啊，你哪会不爱出去？结果迄个安怎讲？啊，迄两个笑诶，啊，锁匙伫我家，无来甲我摕锁匙，变哪出去？哇，害啦，这个较吃力，愈严重吼，对不对？所以医生对于期望越高，吓得咧愈吃力。啊，咱来检讨讲，是毋是这三个病患拢无认为家己有病嘛，拢认为好啊，所以两个总赶紧要冲出去，吼、哦！啊，上头前这两个吼，冲去要开门，这就较无，会使讲较无台湾意思，无独立思考能力，无党无派，吼、哦！牙香对牌有一句的，哦，人来咧拜亲，吼、哦，人咧拜，我嘛牙香来拜。啊！你拜啥唔知？树啊，较大丛也拜，石头大粒的嘛拜，无所不知拜。哦、那么，伫台湾吼，即款无台湾意识、无独立思考能力，这是啥物原因？国民党教育成功，胜利队，为咱小学咱所读的册，啊，若要考试，真侪拢填充题对无？啊，拢标准答案，这个那标准答案三字，你来填三字。啊，那譬如那乘以四字来写四字，加一字也唔对，减一字也唔对，伊拢爱标准答案。所以到尾啊，咱台湾人就是拢乖乖咧等电管指示标准答案来。哦，电管有啥物指示，啊，咱就照着咧安尼。啥物国立殡仪馆编的册，敢若像迄圣经咧，一字拢袂使改，你爱背甲。大家背好，啊，若欠，甲你考这段文章的时，啊，中爱欠三字，你就爱去三字个补去，拢咧等标准答案，所以无独立思考能力，无逻辑思考的能力，所以拢咧听领导者发号命令，发号一个命令，你甲做一个动作，吼，变台湾人无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安尼来，啊，无党无派，就是假清高啦。啊，我不然不利哈，还有这墙头草哦，拿棍呢，即马气节到伊挖哪？我这个即马就一算计赢哦，大家都要来挖来立棍啊！啊，即款呢，买点工就后人讲，甲称作中间选民啦哈。来，你呐用闽南语发音，你来发得好哦。中间选民甲中间选民是差小块呢，吼。啊，有影咱台湾人民，咱只选票吼，有时啊，咱看伊袂歹，甲投伊，我去走正伊啦。像朱国正是足好个，到尾啊，朱国正要出来演讲哦，足侪欧医生、欧巴桑要甲讨金条。我较早拢听到宋欢喜拍波啊，拍到宋吼，有只破人金破人的。拖后灯就牵起来啊，牵起台一顶关好足够钱，啊到尾啊变节，就迄就是变节，就是等于强奸选民哈。好，过来第三位是独派人士，伊家己认为讲握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钥匙啦，好不好？啊，我民进党遮大党，我人上济，党员上济，支持者上济，反对派的支持者都反上济。啊！你民进党几万人呢？你无来找阮夹，哪有可能？吼、哦，伊认为安尼，认为讲，若要建国，就干那民进党有在调尔。
哦，啊，这是咪足自大？家己法律无清楚，伫国民党的这个中华民国体制内咧选举，你较选，你较选着总统啊，就阿扁啊选着总统，嘛是做中华民国流氓总统，唔是咱台湾总统呢？唔是有人去咧做总统，就会当出去讲我是台湾总统，我是台湾国总统，袂使啊，台湾唔是。台湾人家己读个无清楚吼，去、哦、你甲想啦，就敢那记一个咧，印度的达兰扎拉呀，吼、哦，西藏的流亡政府赵丽啊，因咧选总理，印度人敢有咧堪咪选无呢？啊，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中华民国来遮咧选总统，现在咱日本的台湾人去堪中国人咧选。选中华民国迄流氓总统，啊，选到阿扁啊，佫自认哦，即个是阮台湾国的总统，头壳歹吼，啊，所以，佫记者咧就敢那讲，中国人，咱拢个讲伊中国猪嘛，吼，啊，早期台湾人迄个日本官，有诶遐个，迄个官了较袂爽，遐台湾人讲，还是日本狗，好，准讲咱日本，咱是日本台湾狗啦，吼。按中国的流亡到来遮，因帝国伫台湾咧选因的帝王，干我们日本台湾国什么事？对不对？咱到那去看帝咧选，安有清楚无？啊，日本时代，你骂日本教，但是起码教足忠这个台湾的，甲台湾国家足好，建设甲足好个。中国地来吼，干那会晓食，啊，就甲你吞甲满安尼，吼乱糟糟。台湾本来品质已经日本人加价五十年，加价足好啊。迄个中国地来了，吞一个乱七八糟个，吼。过来，那么迄个医生是咱 TCC 的成员哈，伊拥有健康的国际法律冷眼观察，要医治破病的台湾人。现在是不是台湾人都全破病，都读得不清楚了、哦、对台湾的国际地位都没有健康的认识、哦、所以我们今天来这儿，我们是要学做医生对吧？我们不是单纯说只来这儿上上的回去、哦、我们如果上我们了解我们认识，当然没法度说、两届三枚，两啊三工两枚，你都我都完全了解。所以你本新台湾论一定爱上好，你头爱读三遍哈、哦。第一遍读做一个基本的认识，第二遍读你都好啊，你体会哈、哦。那么咱秘书长演讲吼，你要注意听哈、哦。那么咱有一个同心，伊要甲我讲，伊较早。这个高雄关有一个罗德，有一个龙花堂，你知无？哈、哦，哎、啊，就早期国民党政府拢无咧管咱这有精神疾病的人，总放任互因咱咧自生自灭，啊，所以这家属也真痛苦。厝里有这款人吼，拢甲关伫厝内，甚至有诶甲上链条，无爱互伊走出来，啊，真真可怜。啊，尾啊，这个有一个，这个。住持哈，伊都法官去买甲遮个人拢收收来到大伊个这个龙华堂，啊，甲因弄过，还当出去表演，还当有一寡捐款安尼来维持因个开销。啊，咱迄个同心，啊，他捌伫遐做志工，做义工。啊、你看，看一个讲伊都足看，堪伊讲话拢足正常，伊讲，嗯，啊，你都。好些好些啊！你太不爱出去外口，你那还不用要大家。我迄、那个精神病来讲，你唔知外口做危险咩？哎、啊，问我阿先生做危险咩？啊，你唔知哦、喔，外口拢笑的呢。我听着我爱笑个，伊讲外口拢笑的呢，我惨啊嘞！阿进哦，有影呢。外口吼，拢讲咱笑的，讲咱诈骗集团，讲咱笑的。阮阵拄开始咧讲，哦，阮拄啊开始接着这个秘书长这個新台湾论述吼，
我去讲讲哦，我那讲到怎，还讲到头壳全破呢，还都嘴软全破，啊，用迄朋友拢徛起来问我，问我遐，你有发烧，你有烧歹无？我那阵讲安尼呢，啊，有诶浙江诶哦，无我拢来比，拢甲变啊变，啊，我那拢甲讲安尼，我坚持一百年落来，哦，即马终于较侪人了解啊。较早我要招人来吼，真正足侪人拢到边仔咧，甲你欸，你莫听迄个放臭屁哦吼，啊你莫听迄个笑话咧讲的吼。即马说外口的笑话咧讲咱笑话，啊所以你只要要学做医生哦，你学好，唔好出去学白医啊，说医者拢笑话。好，所以你啊读个通，啊唔好讲唔对。啊我拄开始哦，你刚讲哦。做热情诶，啊，有诶发言讲，他伊安尼，尤其遐日军、迄、那个民进党即款人吼，因许民进党教甲读甲拢定去啊，头头拄我讲诶，自认为拥有台湾建国钥匙遮人，即上歹，迄款诶，阮买啊较即嘛，秘书长甲阮教讲，啊，迄放弃，放弃治疗，吼、哦，迄无去迄顶国国啊，吼、哦，迄读甲内底拢空鼓励啊，吼、哦，拢阿门陀。哦，讲阿门陀就是讲荷兰人，哈、哦，伫三四百年前就印进来，因荷兰人咧用的陀，荷兰人头毛红红，叫做阿门陀。我刚才我拢唔知呢，哦，好，安尼了解啦吼、哦。好，啊，你拿咧去讲讲台湾的论述，新台湾的论述哈、哦，你爱学较早闽南语有一句话讲，软舌困低有无？一句话，话软啊讲。你莫堪伊烧钱，钱甲颔棍硬做个掉。我拄开始拢安尼呢，我理直气壮呢。我讲个拢对个啊！恁这台湾人，恁这无知识吼安尼。好啊，对方你若听着你个讲啊，你唔捌啊，又起莫歹。我大学毕业，你甲我讲我唔捌。哦，我嘛堪伊讲较大些些。啊，我拄开始吼，较袂晓控制控制家己的情绪，啊，不晓有体会。啊，你若软软啊讲，等到人听开了。啊！你若讲到大细声，佮颔棍仔紧作大条，佮捌佮瞪倒来，即款迄毋好做吼，即、哦、不良示范。哦，学一句软舌困猪，也是软舌牵牛。迄牛一条大只，一条说啊，迄囡仔，我做囡仔饲牛大汉啊吼，哎、哦，我都迄条说啊叫个，牛来对你走吼，安、哦、尼。好，佮咱来看理想建构台湾的未来模式啦吼，来、哦、要求。美国军政府入来，啊，咱民政府伫伊下骹，互咱台湾人自治，好来，啊，包括立陶宛模式哈、哦，拒绝军政府体制下的选举，和投票率低于50%，和全世界人知影讲，咱无爱去和中华民国这个军政府来甲咱管哈，啊，过来，咱来寻求琉球王的模式，咱来转来大日本国哈，含、哦、日本结盟为邦联还是联邦哈、哦，甚至。做一个中立国，跟日本同居，跟阿公阿同居，跟美国同居的哈。好，那么咱检讨本土台湾人对美国的期待啦哈。真侪人来上初级班，还是高级班了，就开始会讲发咧。啊，那也无叫美国拨经费，互咱台湾民政府来发展做组织啦。啊，那也无叫美国军队赶紧来占领台湾啦，哦，把阿公、把国民党赶走。那也无。叫美国把流氓中华民国甲刷去金门妈祖安尼，这我上常常听到，但是咱常忘了我是谁。好，咱爱知影讲，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跟日本当然是敌对的国家哦。好，那么今嘛咱因为建筑被占领，美国是占领者，这个上下位阶咱来搞清楚。好，美国。对咱民政有两个要求，咱敢准备好？美国跟他要求讲，你要训练4000个诶，头壳清楚的人来接政权。啊，41万份呢，台湾政府所发的身份证，即做，跟他这两个基本的条件，你爱，你要变一个政府，你嘛要有基本的民意基础。这41万份就是你上基本的种子教官，这人会继续去推广咱的台湾人的身份证，哈。啊、结果，咱拢忘记，咱是被占领者，美国是占领者，以上下位阶，一定会偷给咱等于巡逻安尼，员工安尼，
啊，发生敢那一个代志，即马你讲即三，就逐渐讲，啊，一间公司的大公司，啊，咱员工伫变做小赌，啊，员工会甲董事长，会啊，董事长，哎，涂骹遐惊人，全垃圾，你再不爱清清的，变员工咧指挥董事长，啊，这有成无？台湾人这还袂做到。你讲要加薪水，你的业绩有做到？董事长交代落来，吼，总经理交代落来，这要求业绩你做有够无？啊，未做够，你就咧要求要加薪水，吼，会当员工咧指挥董事长爱扫涂骹，爱要求安尼，啊，这唔对啦，吼。咱啊，这两个要求若做好，咱才来要求，才会唔该，吼。而且咱嘛还有一个。这是台湾人的骨气，也是日本精神。你哪咧叫人摕敬畏予你？你家己袂晓拼。所以我有时啊，家己咧看伫路顶吼，迄款精神也看起敢若袂歹。啊，无我著较无法度认同，有无？穿迄个非常服装啊，摕一个伫遐咧，或者迄个拖布吼，化缘。我认为这啊，你著。你伫遐徛时间，你规去来做工，一工赚1500，敢毋是？你伫遐徛嘛，就伫遐浪费体力啊！啊，这佛教我是较较毋知影，我不太会了解。那不要家己去谈较紧吼。来，过来，咱讲这个好意吼。台湾是一个袂沉的防空母舰吼，台湾人应该亲美日。共同防卫台湾哈，啊！这马英九起来做日本总统的时候，伊拢利用各种事件来挑拨离间台湾人跟美国的感情，还是跟日本人的感情。你看马基奥跟越南朋友有无？啉酒醉啊，拍咱台湾人的司机有无？好，要求迄站电视安尼24点钟安尼连续播要几礼拜有无？迄就是要挑起台湾人仇恨日本人的这个想法啦，哈！啊，咱台湾人真侪中计哦，哦，就得噗，就气噗噗啦，咪。过来，毒美牛事件有无？美国要要求咱来开放牛肉进口，啊，迄阵有迄瘦肉精的迄个毒牛事件有无？啊，那么马英九伊透过伊管道有摕了一寡美国的资料。啊，把这些资料偷偷送给这个民进党的立法院。哦，民进党立法院如获至宝。嚯、哦，伫立法院就开炮，就弄美国讲，啊，你美国人你要求啊，啊，你要用毒牛肉进口来台湾，无咱台湾人食，啊，是毋是借刀杀人，和民进党的人来反美？啊，民进党的人是拢大部分有本土意识的台湾人咧支持选出来，所以规个日军的拢咧敢那咧反美啊。造成美国对民进党也足无谅解，吼、哦！即咱无中着马英九的计，吼、哦！尤其马英九咧讲，吼、哦，爱称呼中国做大陆，那咱遮咧教拢爱讲，咱来讲迄边叫做中国，吼、哦！中国甲咱日本台湾国，吼、哦，无共吼，咱是大日本国，所以人马英九也要联共制台，好无？啊！咱台下讲，不要连美日来保卫台湾，哦，所以这个不成的航空母舰，这个是麦克阿瑟讲的，这只你飞弹安怎弄都袂定，哈、哦。这对于美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所以美国非常重视台湾，哈、哦。那么咱来看，这个台湾在这嘛，啊，咱日本母国在这，边啊这罗马国家叫阿强啊，啊，美国在这。我有时啊，暗时啊咧，空思妄想啦吼。嘿，那咱民政府执政吼，咱来开一个国际标，开两个啦吼。第一就是要求全世界上聪明的科学家来发明上大机佮上大机啊，为台湾下骹安尼个固定，啊佮发明上有力的核子的这个吼，这个营运来个导咧。啊，即嘛吼。准甲晒啊晒来看，
这美国的这加州吼，啊，我认为这加州较南边，才有一个圣地亚哥，哦，这气候真好吼。我两年前去啊吼，哦，足凉爽，气候温和，啊，佫无啥会落雨。我想讲，若转来差不多安尼晒晒晒来，这个所在，甲搁浅大家，哦，啊，莫晒伤外，莫侵入领海呢吼。这个位置我是感觉袂歹吼。哦啊，你知影讲啦，小岛吼，佮有海风咧吹吼，冬暖夏凉。啊阿公啊，本来迄 M 族飞弹有无？讲千五粒啊，或者了不管啦，佮互你万五粒嘛无效。咻，到底落落来，咻，到底落落来，我都拍来到遮嘛，无差伊开遐侪钱做遐侪飞弹吼。啊，咱就发明这两项得啊，吼，对不对？啊，困懵困莫白忙了么？我是今日拄久啊，中差一个啊，互你笑笑的吼。啊，其实那将来有这个技术，那蛮袂歹的吼。即马美国有人有迄、那个，这有钱人吼，迄种几啊百亿美金的吼，因即马原来想要做一只超级大的航空母舰，吼、哦，原来要当作一个国家，啊，会当讲你。其他国家有钱人，你拢会当移民来我这个小岛，啊，这個、小岛拢，那寒天就晒较纬度较南的，啊，那热天咱就晒来纬度较高，哦，拢找一个未寒未热的所在。咱大家拢讲到位，三界天外去啊！来，继续啊！好、哦、啊，即卖阿强啊吼，哦，十几年前去甲乌克兰买一只空壳的航空母舰吼。哦经过差不多十年的改装，出海试航。啊，伊即马吼，乌克兰都原来知影讲阿强啊想要投有做航空母舰，所以伊要卖伊干呐空壳盾，甲较早装伫顶悬的武器设备、引擎拢拢拆掉，拆甲空壳。啊，因开阿强啊开两个时间，安尼看涂，看用拖船来塞，甲塞登去迄个青岛迄边遐吼，伊啊重新改装，啊家己到家己做个引擎。啊，一个咧试航，夭寿啊！啊，拢这是咧兄弟团啊！我想，这是清朝的迄个技术了，啊，不，遐咧兄弟团。你安尼就知影讲，伊营运做了有够歹。咱的汽车呐，开起来熬烟，就是爱摩宁古啊嘛，迄、那个营运爱报废啊，好不好？大部分即马人拢不爱摩宁古啊，啊，换新车。啊，讲个技术偌歹，营运干呐，营运就做袂好。啊，这都根本哦。那咧修建哦，免 GPS， 都看遐咧谣言，炮弹有影甲食，拍就对啊。哦，这上好的最大的目标嘛，这是要哪可能修建啦吼？啊，所以吼、哦，咱甲笑呢，起码这里有做瓦良格号吼，这样呢，我准甲翻译讲，那用闽南语讲，瓦良公号出航，你有良公无？啊，咱即马甲笑伊即马歹势讲啊，无改名，要伊改做私人号讲有无？私人叛变迄个郑成功私人，啊，台语讲私人号啊。哦啊，这哦，咱即马甲笑伊即马歹势，即马阁改名，即马阁改做辽宁号啊，闽南语讲辽宁啊，好无？安尼就有够惨的，啊，即马唔代表阁改啥名，唔知啦吼，咱咧等啦吼。啊，两公个西人，啊个辽宁，啊，咱这是啊，真正辽宁，全世界都啊，这只航空母舰顶管无无人机啊。哦，你讲你要试航，你嘛讲有几只无人机在顶管吼，试飞看卖，啊无啊。啊，这什么原因？就是早期，就讲你要无人机，要爱有拦截锁嘛，吼、哦。啊，只安那俄罗斯有这个技术，买也无爱卖。对于阿强的信用歹嘛，啊，比如你伊当初要讲买苏凯吼27的这个战斗机，或落订单，用落300只，结果交机交100只了，伊讲，免来阮100只就够，其实伊呐，伊买100只，开始就要拆遐无人机，甲分解，甲逆向工程，落去仿造，所以伊的迄个歼十有无？歼十战斗机就轰苏凯27所做出来。啊、所以，即马外币伊要甲买 YSL，
啊，俄罗斯不爱买。你们看一条 YS， 一条 YS 哈、哦，是高科技的产物呢。好、哦，迄个基础材料工艺爱足厉害。做个一条车啊，爱有够嫩，佮有 Q 度，会堪你飞行机较紧的速度落来，你爱甲慢掉嘞，袂要错动。哦，又要软，又要坚固哦，这有点矛盾啊、哦。但这得爱有迄个技术，所以俄罗斯买袂，爱即马毋知听讲有啊吼，毋知去对买中国个，毋知去甲巴西啊对一个国家买吼。哦就是人准备要淘汰的，好，过来吼，即马拢讲阿公啊，最近即一二十年赚足侪钱，所以因开始高科技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武器拢已经发明出来，吼，就讲伊的歼二十，哎，一个看到知影讲轰美国的 F-22，规造型拢看起来都是跟 F-22同款，只是伊做较长些啦，因为伊的原因吼。要做跟 F-22较有推力的吼，伊无多浓缩遐济，所以伊要做较大粒的，足占空间，所以加 F-22加4公尺，加4公尺就是原因的长度加起来吼。所以这像咱要甲技术，有迄个技术会用甲物件做甲足细，迄个足高超的技术，拄啊像咱早期有无？你若三十年前，咱手提的收录音机有无？足流行的，尾仔索尼甲浓缩甲变，安尼写下台 Walkman， 哦，迄个是日本的技术，行伫世界头前。所以你要甲大项的物件甲浓缩变细项，这爱相当的技术。啊，头拄仔眼镜有啊，我咧讲 F-22，美国有迄个速度，有迄个技术甲浓缩遐细粒，阿强的无当，还佫加4公尺，表示阿强的技术还佫差足侪。那么美国在1982年就成立太空司令部哈，迄阵雷根总统有一个星战计划，这个星战计划就是造成苏联的崩盘的原因之一啦哈。迄阵星战计划计划就讲要伫外太空有做着卫星，啊，美国要用。要做雷射武器吼，都即卖用个雷射炮有无？发明雷射武器会当卫星电话直接拍苏联安尼啦。哇，苏联都足紧张啊，因为迄阵已经是核子武器恐怖平衡。你美国你有吼8000几粒的核子弹，我苏联阁比你较侪，我万通粒，所以两个拢唔敢叮当，因为那核子大战起落开始吼。干那遐核子弹会当灭几个地球，上少灭7届以上，啊，迄个，迄个人类大浩劫可能死个不半个人，吼、哦，所以两个拢唔敢顶当，迄个恐怖平衡，核子弹恐怖平衡。那么美国即马超越，我伫外太空，我一个甲你镭射射咧，你根本没有时间反应，唔是讲。美国若射核子武器为本土射出来，要等几点钟的才会落去到苏联的领土。啊，苏联伊的雷达测到，开始打电话问讲你是安怎发射核弹？你若无好的理由，我苏联嘛试落呀，啊就惨嘛。迄试落就无停啊，大家拢万几粒甲8000几粒拢射出去哦。啊，所以苏联紧张。所以啊，苏联啊，请全国所有科学家哦，去研究，原来要做星战计划，意思哇。所以变成讲，苏联拢咧浪费足侪，个苏联本来就浪费足侪军工的这个人才，甲白地这个军工这个所在，啊，无人去好啊生产人民爱食穿用的物件，所以到。苏联要倒台进程，就是遐俘虏，为着要买面包，爱排队排几啊点钟。本来排几啊点钟，即马有只排几工，买无物件，等下互囡仔、互翁在食。所以往遐妇女集合起来，去工厂抢，甲因翁抢啥？恁遮查甫人免阁生产啥物物件啦，阮买无物件好食啦，出来抗议啦，起来抗议这个政府。
啊，你阿兄，那迄间工厂是咧切牛肉片的，啊，这查甫呐，这工人拢我那无会做，这无人咧切牛肉片了，我市面上阁愈欠物件，所以到尾啊，苏联的帮忙就是为迄个呢，这个苏联的经济帮忙啊，甲迄个新战计划甲拖累，投资伤济经费伫这个军工产业啊，啊，这军工产业。对人民来讲，生活无帮助嘛，好、哦。那么，咱来看，1969年7月20日，美国的太空人阿姆斯壮就已经登陆月球，好、哦。啊，这在拍的时候，他也一酸了自己了，哈、哦，啊，不小心撞上月球，哈、哦，啊，哎，拍的即马拢电脑，家己也铺起出来，啊，咱算唔对的，哈、哦。不过知影就好啦吼。不过我迄阵捌嘛捌拍一届吼，我给你拍讲要求讲，哦，明天所有工作人员吼，伫迄个大厅集合。哇！啊出来吼，因出来后，我那员工大家笑到要死。工作人员，迄个员是迄个高山迄个猿猴迄个猿啊，工作人员哦。当时啊，你怎啊是伫外星球？你当？像迄、那个，迄、那个有一个太空片吼，我袂记啊。好，啊你看，1969年到即马几年？46年有啊吼。46年，46年前，人美国就登陆月球。啊，即马呢？即2012年，阿强个阿哥咧学习太空舱对接，因为技术上少就差人哦40-50年。啊，你讲？因为这个外太空，这个太空座也好啦，吼，就是登陆月球这个太空艇，哈，这就是高科技的产业，哈。阿强啊，进得好不容易，哈，讲会当创一个什么登陆小艇，会当去月球安尼，吼，都创个。人，即马美国伫去年都，唔是去年，来2-3年前都已经。登陆火星了吧？这个好奇号登陆火星，所以这个阿公咧办这个奥运会，因讲哦，因摕了偌济金牌，讲阮已经唔是伫地球咧抢金牌，阮即摆伫火星咧抢金牌，阮就是火星登陆火星哈，好奇号登陆，阮已经摕了火星的金牌啊，阮无咧看地球的金牌啊，安尼咧个消遣。啊，你就知影讲阿强啊，要输美国输点点啦，哈。好，那么台湾经过这多年来民主选举啊，有人讲逐渐转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好，啊，这个独派一个大佬，我那国际法的专家叫做陈荣吉，伊所讲的。好，啊，这咱比如怎个比一个咧，哦，足趣味，伊讲本来一个人骑卡拉车，骑。骑到尾来变一只民族出来，安尼意思，逐渐的改变，变做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无可能哈、哦。这伫国际法无这个法源哈，伫、哦、国际上嘛无这款的先例哈、哦。那么台湾的战争在还未形成，主权还阁在阿伫美国手里，所以无可能啊、哦。而且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咱过去拢认为讲啊，咱若咧发台独。战争是阿强要甲咱拍，其实毋是，是美国要甲咱拍。我这个底下片底下伫日本天皇底下伫我手里，啊，你要甲我抢一堆啊？好，啊，即嘛敢若嘛有人讲，啊，都较早儒良来骂古，儒良骂古吼，足像面子有无？你有印象无？啊，人迄阵有时啊，朋友咧互相，啊，你驶啥物车？我驶变做303的，有无？较早变做迄落路梁有出一只303好做有名，迄客人车司机拢驶迄只。啊，马古阁作工，马龙讲嘿，对啦，啊，你若驶迄只路梁啊，看看驶，它会慢慢变为变子安尼。就是我看这个逐渐转变为独立国家哈。啊过来，诗诗有两种，
台湾也有两种哈，我来讲，一个是叫做政治的台湾，啊，这就你讲流亡的中华民国，哈，流亡中华民国，啊，即卖台湾管治内底是干呐讲，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即卖马英九伊爱听美国在台协会的命令，嘛爱听顶管美国在台协会头家是国务院，国务院的头家是美国总统。流亡中华民国是这个系统啦，哈。过来，咱来看法律上的台湾。咱台湾民政府，咱的顶头上司就是美国台湾军政府，顶头上司是美国的国防部，总头家嘛是美国总统，哈。那么政治你知影？朱国强捌讲过，政治是最高明的骗术，哈。会使讲拄着人讲人话，拄着鬼。讲句话，话会当说圆填扁，吼，会使黑白转啦，拢一挂叫做外交语言，对啊。但是法律上的法律，台湾都袂使啊。法律就是法律，吼，甲国际法、国际法律，照国际法律就定框框较死定。就台湾民政府爱听台湾军政府的，台湾军政府爱听国防部，所以你看看，1996年台海危机。阿公咧，刺下飞弹伫基隆港外海，甲高雄港外，免咱要求美国。美国根据他的法理，《台湾关系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吼，甲《国际战争法》，伊爱出兵来保护台湾。所以国防部拟定方案了，上我美国总统，美国核准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台湾。吼，免咱要求，吼，免咱开钱，吼，台湾给你占领，台湾的国防安全都要你来负责，哈，这是法律的台湾。过来，咱来分析新日本国和大日本帝国，哈。新日本国在1952年4月2日，就将那和平条约生效，正式脱离大日本帝国。以前，伊在1956年12月18日加入联合国而自治。你注意看。大日本帝国本来跟不也成立联合国在同盟国，同盟联合国是同盟国不也成立，啊不也作者这个殖民地拢独立，吼，比如新加坡独立啦，马来西亚独立，印尼独立起来，了拢加入联合国。啊，这盟国本来是跟大日本帝国较早咧修建的，对不？结果这些人，这些国家拢不也变成联合国的成员。啊，新的日本国，这个新日本国，在1956年12月18日加入联合国，啊，这代表什么意思？为大日本帝国的角度来看，新日本国背叛大日本帝国，加入敌对国家，好吧，加入盟军。哦，所以现在日本政府是一个自治的政府啊，日本天皇等于放予你日本的人民去选。首相出来管新的日本国，那么新的日本国不能管台湾，哈，好，啊，这你说嘛，这红色的这种较早大日本帝国，即马南韩独立处理哈，韩国独立处理，台湾要搁要美国军事占领，啊，这就是美国的战略，美国作惊这三个搁合作会变成一个强国。所以美国是安奈设计，要叫蒋介石来管台湾，伊就是想要用蒋介石的力量，用蒋介石因中国的儒家思想，要甲台湾人打个死，甲台湾人读个八个定义，因为台湾人太巧了。美国发现讲，台湾人敢那许日本管50档，安尼遮强，进步遮紧，速度遮紧，吼，迄阵。台湾有30000几个，迄种台式的，迄种像柯文哲这级的呢，迄种足优秀的。好、哦，美国原来放任讲啥呐？遐精英放任后，蒋介石，哦，因爸囝甲咱台湾人遐精英台式，伊就是讲不爱伤济台湾精英阁葡萄起来，哈、哦，过来跟日本结合，这是美国的战略。美国都上惊日本国呢，日本帝国呢。因为我都
那如果当时日本有足够的石油，啊加这个矿刷、铁刷这吼，这原料，那么输赢也不一定吼，美国不一定派赢。好，那么咱来讨论讲，什么人会当称作台湾人？啊，一个有人讲啊，只要你认同台湾人，无论你是新来还是较早就来，只要你认同，拢会当做台湾人。啊，这号做，这拢讲感情话啦，听起来足爽的。啊，那这个逻辑哪会通？嘿，啊，真侪人认同台湾，尤其阿强迄边较早为平潭岛偷渡来台湾的。黑龙江东台湾的呢，啊，你哪会要甲掠起？标志违法嘛。啊嘛，咱台湾人嘛，足侪拢认同美国呢。较早有咧跳机无啊，跳船。你若船去到坐船员去到美国，落船了去佚佗就无转来，啊，是坐飞机去美国佚佗就无爱阁转来台湾。迄个跳船甲跳机，吼，包括迄阵刘家昌嘛有哈。所以这个逻辑不通、啊、那么由于中国人在台湾，这个中国人最爱美国，最爱去拿到美国籍、啊、他们都把台湾当作客居之地、啊、再来爱台湾的人、啊、只要你爱台湾认同台湾都可以做台湾、哦啊、胡锦涛也爱台湾，习近平也很爱台湾、啊、他可以叫做台湾人不可以、啊，过来住在台湾的人，哈，不论你是新住民啊、旧住民，啊，你就让他住在台湾。即马遐移民来遐有无？包括因的第二代、第三代，即马拢住在台湾。但即拿伊移民规划署，哈，因家人是袂使，哈。要讲你拿要做变做台湾来，爱经过合法的程序，得你要有意愿，而且你要主观来搬。阿哥爱经过合法的程序哈，就像讲你来签单的身份证啊咧，啊你若中国人，嘛不是讲袂使办，啊，你若来遮训练，来做民政府法律研习初级班、高级班，啊，而且你对台湾民政府有特殊贡献，安尼将提早提着，啊，但咱你的台湾公民权利法案规定是要六年以后，啊，经过好考核哈，才会使。啊，讲啊，有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啦，错误，咱比如这样讲，这是代表你是中国人，哈，好，所以以上皆非啦，哈，好，好，啊，这里我开讲的就讲以这个 class 这个分类，然后 TW 这个分类的人，以后靠资格在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阵来做公告人，啊，无管啦，哈，干那做公告，啊，所以以后的选举嘛，都要有这个。TW 身份人靠资格参选，包括你做候选人，包括你也能去投票。中国遐难民拢袂使参加做候选人，嘛无资格去投票。所以将来以后就无办无难力对抗哈。啊，即咱是公民权利法案一本，即摆敢有分互恁？恁敢有？主席班就有发了哈。好 ，OK。啊，即咱当时咧。拟定这个吼，咱送去美国，无几工就要退件，叫人去修改，改改又去送，又要退件，到第三届，咱才正式成案哈。啊，咱就是有这个公民权利法案，咱靠资格发头都爱身份证，哈。所以咱拢总依法，咱香港的依法哈。我是台湾人，唔是中国人。我爱台湾，我摕台湾政府所发的这个身份证，唔是摕这张，哦，咱来摕这张，哈、哦。People of Taiwan， 就是摕这张的，才是正港本土台湾人。啊，摕到这张的，这是住伫台湾的中国人，哈、哦，你要搞清楚，哈、哦。啊这，日属美战，哈、哦，这张的东西。咱2010年九月七日去日本嘛，去美国开这个挂牌酒会时，吼，美国的单位送予咱的，哈，啊，这送予咱迄个
替人看无，我这是啥？伊讲你提登互恁的秘书长，伊看了知影，所以秘书长就看了知影讲啊，叫做日属，叫做美战哈。OK， 好，过来对咱本土台湾人哦有真侪期许的哈。国民党做成这张树啊，是成功大学一张，做大张的榕树，伊奠根哦，奠到安南伫台湾，深入台湾的基层。各乡镇区，你包括李长、林长，拢是真侪拢是国民党的条仔。啊，国民党在台湾，输咱台湾这个土地血汗，安尼食甲肥肥了，食甲安尼足勇敢。啊，咱台湾人拢嗯，啊，咱有三明治啊，吼，都三立电视台、民视新闻啊，啊甲自由时报，简称三明治。我咱有这媒体，咱会当甲骂啊，甲骂好倒啊。我每十几年拢没倒哈，足用诶！你去喊他没敢那树尾咧做红太呢？哦，然后发生搁较重大诶事件，国民党都安那皮皮安尼隔三五工啊，就敢那就过啊！哦，所以树尾做红太，敢那树尾小可有损伤，这张树啊拢没倒，因为没倒。但是咱台湾民政府在这咧开班，开法律研习班，都、就是咧乌伊诶根、乌灯。乌金乌乌断了，即摆呐，顺风就塞倒墙啊，然后气血台湾人拢觉醒，做一下画一下一二三，就塞就变过来。拄啊像柯文哲有无？伫台北市咧选这个台北市长，伊刚起的这一片风云有无？哦，这有够像两千年的这个淡水边咧选总统安尼吼。好，那么台湾水是水啦哈。但是真可惜，虽然无水命，吼，拄啊伫这个大航海时代，一个敢那一个交通要道，真侪人要去日本，要来中国，拢会路过台湾这个岛屿，所以台湾人见人爱，所以你看荷兰人来，吼，把台湾当作是贸易的基地，伫遮咧。叫那个南台湾，迄阵伫这个安平遮吼，叫台湾人本土的台湾人平埔族来建甘蔗，卖，甲连做黑糖，啊，一点黑糖迄阵是高奢侈食品，足贵的，会当赚真侪钱，啊，过来鹿皮，吼，迄阵台湾的鹿啊，比人较侪吼，鹿口比人口还多，所以你出门爱较细致的。咱即摆咧讲。较细滴出门莫有车弄着，啊！迄阵是讲出门较细滴莫有路啊弄着，吼，对无？表示迄阵路啊真济，啊，所以鹿皮荷兰人嘛赚做侪钱，因为咱买伊较寒冷个国家，迄阵好个御寒个衣服也无，所以足侪拢需要皮鹿皮。过来，换地精公来，地精公甲台湾当作伊反清复明个复兴基地。啊，结果，咱个个做人个基地，换台青来管台湾212栋，甲台湾变作因只官员个捞钱的基地。所以有一句，迄、那个台湾话讲：三年官，两年满，啥物话满？六地啊满。因迄阵台青有人惊讲，你若在台湾做伤久，爱甲你换掉，爱轮调。我要你带上古，带只生根去看，拼不住，夹做个要反清复明啦，啥吼？所以，迄阵规定来做官，来干来能做三年啊。啊，个人，我日本来管台湾，哇，摕到台湾，他才知影讲，哦，台湾物产丰富，一定做伊南进太平洋的基地，因为要修建地，牛草爱足。所以有一句话讲：“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就是你有足够的粮食，你唔靠资格发动战争，无你搁较好的武器，啊，你若无够粮食，这兵啊，若三工无通去食，枵死，吼，真侪有可能就枵死啊，嘛无大通去休战啊。所以迄阵，像那南太平洋战争，日本人尾啊非常尊重咱的高沙加原住民族。什么原因？就是因本来就拢伫住伫台湾的山顶吼，
森林内底生活了，足如鱼得水安尼，足生活自在。啊，怎样甲派去南太平洋哦战争哦，都开始引起做军夫呢，要唔是正式的军职人员。但是日本军、日本皇军去到南太平洋，拢是因为气候不适应，因为拢热带，日本无通啊定遐热，结果拢着拢破病，哦，那么着可乐啦，哦，啊，而且天狗热哈，得登革热这，啊，甚至不是看伊个后援部队失去联系，较早无线电无遐好嘛，有些隔一个山通讯不良，所以离散了。哇，后勤补给这些物件补给袂到，爱靠啥物人？后个再有只高沙原住民的，因伫山内，因认识作者植物，这叶啊，而且伊个新的价值，啊是伊个。也开快进的价值，啊，就去做捕兽的这个陷阱，去掠一挂山鳝来供应好只日本军食，所以躲过一挂难关。啊，另外记一个台东遐一个，敢那叫做李光辉，是无？那是印尼，人战后第二次世界结束，世界大战结束已经二十几冬啊，伊一个人还佫伫迄个。丛林内底咧，迄个森林内底咧挖，二十几栋哦。啊，你看伊个这个原住民的这个，伫野外求生这方面，足厉害哈。啊，但真可惜，迄方发现了，甲送倒来台东，无几年，拢食好做轻客吼。啊，食伤好，胆固醇拢伤悬，还是血脂肪伤悬哦，连袂无几年，拢无几年就拖开。还是酒啉伤济啊！迄底下无酒好啉吼，身体作用诶。倒来好，迄个也要请，迄个也要请，啊，逐工啉。啊，其实高沙原住民族是安那会爱啉烧酒。即个我若看当初日本入来台湾，好，伊毋捌见着鞋啊。张南秘书长讲，啊，三工就甲大清北洋舰队都甲割掉呀，吼。台清就投降啊，来打台湾，敢那高沙族打要十冬，好吧？族人佫少呢，吼、哦，他百二万尔呢。台清迄边是，吼、哦，迄阵号称四万万五千万了吧？啊，结果两下下三两天就迄个小日本，迄阵你拢讲小日本，甲你大清帝国割倒，吼、哦，啊来打台湾就去。伊食着香蕉啊，哦，伊踢着铁棒，夭寿，即地他遮硬，安尼拍拢袂落来。所以尾仔因日本人想讲，啊无用怀柔政策，啊都堪你好，堪你和亲有无？日本的一挂贵族来娶高沙的女孩子，啊是吼，啊然后佮用好的酒互啉，啊所以伊个供应因拢甲补。补助的呀，啊！你免做怎做工过啊？我日本政府发粮食啊，啊，发酒给你啉，啊，怎么啉？酒啉久了上瘾啊！啊，上瘾了后开始，伫战争的时阵，煮无遐好的时吼，就开始用较无遐好的酒给你啉。包括国民党来，我那沿袭日本的做法，怎讲？这高沙你卖堪咪变面，你若变面好，迄种。迄真正战斗民族，足个少见嘞，连美军都惊。就是安那菲律宾嘞，遐紧着迄个迄个日本军退了，就是咱有高沙义勇军。吼、哦，美军认为讲，我后壁山遮悬，头前遮较平，我守好落啊，后壁无可能有日本军会遮来。无想讲咱高沙义勇军爬山就敢那咧行平路同款，为遐真正爬落甲突袭。弄一下吼，美军整个作战的秩序拢乱了哈，所以大美国哈大那美军大败的对吧？所以为安尼开始，这接下来战斗的历史，和中国军来台湾，你知影讲这高沙袂食的，继续用酒甲偷，但迄阵中国人来了，拢用作歹酒，你会记有一个？
较早伫阿美酒，尾啊用迄落阵啊太白酒，捌听过太白啊？吼、哦，人较老一辈拢知影。较早酒，伊个伫迄个干妈店用大个酒桶或者大酒，你若无钱无要紧，会当来写赊账，好无？写一杯，啊，看几块安尼，毋是买几罐的，无钱买几罐的，无要紧，你来，互你用写，啊、哦，所以造成讲，因啉迄愈歹酒吼，寿命愈短，所以因的平均寿命，拢超过五十五岁啊。你若65岁，就算长寿的，你各个刷的民族因来讲，所以像那，尾啊。咱咧领老人年金，那高刷因55岁就领老人年金，啊平地爱65岁，因的平均寿命真正加减要10年。啊，所以迄阵，民进党为着要反国民党的法案，所以爱联合高沙的算出来在，啊，这个原住民的立法委员，有堪面讲条件，高刷的往那因那立法委员往那算巧啊。好啊，你要找我合作会使。啊，阮提案，阮的老人年金要减10年，吼、哦，阮55岁就一定领。啊，这个论述，国民党为了要扣因的票，两边哪里拢甲支持，讲好，阮支持你55岁就领。啊，所以尾啊，因这个高沙的福利法案吼，55岁领老人年金，就是安尼又通过。所以日本变这个南进太平洋的这个基地哈，南进基地，啊，换建楼，国民党政府来，啊，伊国共内战煞输去，德邦来台湾，1949年德邦来台湾，啊，变咱家佫变个反攻大陆复兴基地，有无？啊，咱48年来拢咧做人的基地啊，啊，你看有衰无？啊！你看这作水无用对，哦，这我2008年我去爬山翕的，这东海岸，这有可能什么所在？较早这个牡丹社事件，吼、哦，搞不好迄只船啊，就是一只搁浅啊，爬起来啊，拄啊迄个高刷的南台湾族台西我的几个，吼、哦。那么这个你去主要看一下，电管这是一个人造的建筑物呢。这就是满洲当兵的迄个九鹏高鹏哈，飞弹的迄个飞弹基地。那那中科院那发明什么新的飞弹，都拢伫只咧试下，哈。包括天宫飞弹系统，还是天箭系统哈。那么。讲到这个，这个牡丹社事件，尾啊，牡丹社这个事件就是讲，因拢有这个传统伦理这个观念啦，吼、哦。那么当时美国有一只船啊叫做“罗美号”，哦，原来伫这个西连克，唔是西连克啦，用这个名字叫啥？查。查啥？哦，车程，刚才有这柴城啦，查木材的柴，啊，等于国民党政府来个，改做车程哈。啊，这就刚才美国这个罗美号发生船难，啊，那上岸了，原来有南台湾族弄个台钓，其中包括这个女孩子，这个船长的夫人哈，啊，伊就把头发盘在帽子里面，所以。看袂出讲是查某，嘛是又抬掉，所以美国政府也真生气，所以就本来就按怎要派兵，要来拍台湾，啊，尾啊叫台青出兵爱啊落来和谈哈，啊，所以有招啊咱的那个台湾主问题哈，第一。所以有希望讲会当做协商，所以尾啊，美国派代表，吼，包括有一个翻译官叫做李先德，我那做去这个
车臣这边吼，跟牡丹社的这些头目来协商，啊，那个头目叫做卓继度。那么这个李先德哈，伊来谈判的是，我叫这来讲，较顺哈。这些军官上岸后，台湾族人杀害，美国向大清抗议，啊，大清政府甲回文讲。访辽以南，即用白话文讲，访辽以南不在版图，就即个唔是我的版图，唔是说我所管的，讲伊迄是生分之地来卸责。啊，所以美国就按照讲要派兵来，吼、哦，啊，但尾啊吼，美国派这个李里浪跟南台湾族十八社的头目，这个叫做卓继度、哦、来签约。啊，这个卓继度可以有请李先德哈、哦、来做翻，哈、哦，啊，这个。李里浪伊本身吼，这个有一个目睭歹，伊南北战争是目睭歹哈，啊，所以这个翻译官有甲建议讲，啊，无你等下吼，若万一讲甲讲袂顺，讲袂好势吼，伊若不爱签和平条约吼，啊，无你甲你个目睭拔落来，甲吓惊，啊，有影讲甲。讲袂落的时吼，啊，这个李里浪哦，真正起码卖等伊啊，总甲一个目睭拔落下多多的。就讲你若不爱签哦，我有迄妖魔邪术哦。我爱走走地就看到哈，哇、啊，这是神啊鬼啊呢？目睭会当拔落下多多顶，惊着讲好签签签，准签一个南家之盟哈、哦，这是。美国跟南台湾原住民所签订的国际条约，好，啊，这就是开始台湾跟国际开始接轨，从这开始，好，啊，所以迄阵的规定就讲，以后那外国的船只，那搁浅登陆起来，爱到岸边附近吼较安全的所在，袂使搁入去啊，啊，而且你是爱挂红布条啊。啊！那暗时啊，爱举火把做信号，表示讲阮是受难者，伫在咧等救援。好，安尼你原住民族会当来甲救援安尼，袂使大主大的亲门打火打入去人个传统领域内底。好，这是南家之盟内底所讲的。哈，啊嘛，迄阵嘛要求讲大清，你爱在俄南边遐设定塔。哈 ，OK。这个台湾上重要两个跟美国有关的，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哇！啊，上重要就是顶关这个，这个才是正讲决定咱台湾的生死前途的一个条约啊。这个非常重要，唔是下加这个台湾关系话是一个美国国内话呢，位阶无关哈。好，那么现在美国要甲咱台湾的地位。模糊啊！啊，这主要是美国的为着伊家的利益。美国人因所有对外所做的代志，第一时刻我安尼做，对我美国有啥物好处？他是以美国的本位主义，同款咱台湾人也是其他国家拢差不多是安尼。第一时刻就是我安怎要安怎做，我才会取得我美国的利益。啊，这是人性。好，啊，这嘛是美国，你袂怪哈。但是在道德上有瑕疵啦，伊放任国民党伫台湾安尼甲咱糟蹋六十几档，吼，无必要咱台湾人自治。啊，有人讲，啊，恁台湾人家己拢无觉醒，伊无想讲咱的精英，吼，伫二十八事件三万几个拢杀死啊，吼，无人通去领导来抗暴，吼，好，过来。美国无要跟中国因为台湾的问题来跟阿强啊正面冲突，所以伊有些利用台湾做机遇。哦，若需要，比如2003年、2002年啦哈，迄段时间的国际反恐，因为迄个9.11事件，哦，美国开始全球反恐，伊需要阿强啊来配合的是，哦，啊，就把台湾给阿强啊看。我都宣布讲，
啊，我无要卖什么武器给中华民国，好、哦，就台湾治理当局，哈、哦，啊，这就是美国利用伊的利益。那爱台湾，主要台湾的是，伊就甲阿强啊宣布，你阿强无要跟我配啊、哦，我准备要搁卖四家，什么派日机，哦，巡防舰要来，没有台湾治理当局，这就是美国弄安尼。模糊政策，有时啊，我会支持台湾，啊，有时啊，支持阿强安尼，哈。过来，啊，这是台湾一个动作机遇啦，哈。好，过来，伊嘛咪等待咱本土台湾人觉醒，爱超过75%。啊，前咱那唔是51%，你唔是算呐？赢51%，赢1%就赢，免讲1%0.1%，赢一票嘛，算赢。啥物原因？咱来。给准备25%要创啥？要国民党买票，互你买袂倒安对吧？哦，因为台湾人作容易，那发一个啥物事件吼，台湾人票都去走呀，吼、哦，啊就用钱用钱啊，用官位用权力来给你买，你的票都要都要买呀，吼、哦。啊，这个秘书长讲的，好，过来咱来看美国。那些永不起立鼓掌的人，值得台湾人学习啊！你注意看，奥巴马的演讲啊，那这两组人拢无起来咧，哦，拍膊啊，无起立，无拍膊啊！我那看这啥物人？这是美国总统伫国会演讲的时阵哈、啊，美国国会啊，这组因是美国参谋联席会议的成员啊，得军人不鼓掌，不干政。除了有关军队的事务哈，你若无讲了军方的代志，伊基本上拢未发表意见，也未拍波啊，也未起立。啊，你注意看，哦，啊，这个面阁变变，佮像奥巴马欠伊花啊钱安尼，哦，面阁变变哈。好，过来咱来看，这组人因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啊，大法官因袂就演内底内容哈、哦、来鼓掌，因为因代表。国家权力的另外一端，司法爱公正，伊爱徛伫边邦的所在，哦，啊，你要注意，美国的哦，最高法院，哦，最高法院外口有采一些迄个雕像，啊，这个雕像，这个女神呐、啊，哈、哦，伊目睭是盖起来哦，啊，一只手是举剑，那么一只手举枪啊，吼，枪腿迄款枪啊，有无？代表啥意思？目睭看代表是讲司法公正，无论你是啥物人来，你善车也好，你好个人也好，你大官也好，来犯罪照常判落，六亲不认，这个意思。一支手举剑啥？他要立威，我司法要有威信，我所判出来大部分拢对的，吼、哦，会当建立司法威信，和你所判出来大部分人拢信服，讲啊，你判安尼对。袂像即摆中华民国系统，拢用钱咧买，所以中华民国迄个如果专属一本价本价高，吼、哦，迄、那个法令多如吼、哦、牛毛安尼，而且有一句话讲，法律千万条，卡输黄金一条，对无？咱台湾人定咧讲就，就是你若有钱判死，无钱判死。哦、所以啊，另外一个手提亲啊，就是意思讲，他是站在公平中立的位置啊、哦。所以因这司法部门哈，因、哦、代表公正的一方哈、哦，所以弄啊，这就是美国因三权分立哈，真、哦、好的代表。哦，就讲这个司法啊、哦，啊，尽管这个是司法部门。啊，伊是代表行政部门的首领啊、哦，总统，遮个拢国会议员啊、哦，三权分立啊、哦，立法权、哦、互相制衡啊、哦，互相监督。好，那么今个身份角色错乱的台湾人啊，比如谢长廷，伊咧讲宪法一中啊，谢长廷伊伫政治中起起落落啊，选台北市议员最高票当选，要连任的时。伊种阿姨的票伤济啊，分一寡互人，家己刷最高票落选。啊，过来讲要选
台北市长跟阿扁在收钱，吼，结果迄个阿扁啊，调民意调查伊煞胜出安尼吼，所以阮做阿扁啊台北市竞选总部的这个总干事，吼，啊选立法委员嘛是，赶快，伊最高票当选，要连任，伊阁分一寡票人，我伊阁最高票落选，所以我伫咧个拍迄个停啊，走一个啊，我主要想讲，啊伊一路上走走停停，吼。那么，中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政权是台湾政府，这是2011年，伊要选这个流亡中华民国总统迄届吼，啊，伫高雄市的乐冈公园所演讲也是讲的。啊，你看，啊，这拢做过党主席的，这个宪法一中要把台湾框在中国的一部分内底，啊，这个假的啦。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咱台湾是大日本国的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咱是大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哈。啊，这这个东主席这两个人拢搞不清楚状况，不过免阁讲其他的，咱一般的台湾人啊哈。而且美国也一中政策，台湾人足受气，讲啊，咱阮中华民国呢？啊，你看有吃力无？他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啊，这台湾人。由国民党教育放毒的结果了哈。那么阿扁啊担任台湾地理当局局长这八年，哈，经常接获美方指示行事，伊根本是美国伫台湾的代理人呀，伊接受美国的指挥、美国的命令，哈，啊，所以这对咱台湾来、台湾人来讲很伤感情，啊，但这无法度，形势比人强，啊，咱就比剑呢。而且2006年6月2日，美国 AIT 前处长杨树立曾在总统府训示扁三点。哦，用训示呢？看他上级长官在指导下开官员啊。啊，对三点，伊讲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这个提醒阿扁啊，你莫搞不清楚状况，你莫你莫惊着落去。伊讲台湾人不可以公投，我、哦、这阿扁啊，甲台湾人拢作秀去。嗯，啊！恁美国咧选举，恁拢家己要夹一寡地方事务的功劳，啊是安怎？啊，恁号称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啊，我们办公道袂使，啊，真正袂使。美国足惊，惊咱台湾人读个无清楚。我拄仔讲个2008年甲2010年统，你甲当作统独公投，咱输哈。过来，台湾地位未定，啊，台湾地位将来怎么定？迄个美国咧决定啦。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哈，有一个来向各位报告，多谢各位，谢谢。